老师好。
我可能会代志啊。哦，咱若无安尼时阵，互我今日徛诶，就毋是伫遮伫外口啊，对无？外口交拍拼事业，拍拼趁钱。哦，啊，时间到咧，目睭一开咧，我啥物拢无，无采一世人诶时间光阴，青春拢无去。哇，那是毋是真重要？所以一点点诶差别，尔诶结果是差足济。所以咧，我就讲，哦，讲是讲哦，有机会哦，互我安尼。伫即个环境当中，哦，阿妈影响妈妈，妈妈影响诶，囡仔，一路来拢伫道中内底，咧来安那来拍，哦，啊，真感恩诶，啊，拢感恩吼，感恩着有福气啊，知足知足常乐嘛，咱学得了，咱知影感恩，知影知足，那么咱人生基本上就挺快乐啊，啊，无幸福快乐是啥物货？到啥物定义？好嫁人无一定，无一定快乐呢。好嫁人爱艰苦，烦恼够侪。好嫁人爱跳楼自杀，够侪。是安尼，啊，咱今咱唔免真好嫁，咱生活会过就好啦。但是咱心灵安怎足丰富、足踏实，对无？足快乐、足满足的，又哪有学到，哪有得到啊？咱知影人生真正真体唔对，知影真理是啥物？哦，咱就会知足富有啦。做好嘅，咱就会知是一个好嘅。哦，如果咱真正对一手办到一条路去甲拍拼，上天袂甲咱辜负啊！哦，你做三个上天无咧七分啊！无形当中，你是有办到咧，付出咧，过程当中，你来啦！哦，慢慢代志就慢慢看会开放下啊！啊，看会透，人生即个迷魂阵，你着看会透。熟个头，熟透了要从哪？你都知了放下，你就会发到自在啊！你个内心就有机会清净啊，对无？啊，所以拢是对咱得道学道心得来个啊！哦，所以无因安尼来互咱遮好个即个姻缘呢，互我嘛无记，所以呢，哦，非常个感恩个，哦，那么呢，啊，在这过程内底嘛是共款啊，咱拢有足好个姻缘。哦，会当伫遮一期、三期来开普渡，哦，伫即个爆发的时期，会当得到遮好个收获，对无？佮有遮好个环境，哦，吹冷气、电风，咱会佮会煮青草的迄个啦，中道堂的，遮个想个，因为啥物拢免烦恼呢？唯一烦恼就是讲，我欲安怎来修行佛道，安尼尔呢？欲安怎来进定？哦，烦恼侪尔呢？较早修行啦，到遮好过。都真好过啊！哦，伊呾烦恼食，烦恼穿，哦，啊，环境足歹个，伊只热无冷气通吹，足烦个呢。安尼人嘛是咧受个，但是咱今日即个时期，咱若无好好把握即个因缘，后世人到有一定传呢？无一定啦，哦，无一定啦。所以呢，啊，我首先呢非常感谢教主哦。那么今日呢，另外要讲个题目呢，叫做天人已经讲是因时。哦，即题目看起来真简单嘛，真粗浅，真简单。哦，大家拢嘛知影，食爱食健康啊，哦，啊嚼用啊，嚼有用啊，对啊。你大家拢知啊，有啥人能讲啊？哦，其实即题目呢，看起来真简单，但是简单，但是咱可能拢做袂到。足侪道理，咱都知影，知道但是怎么样，做不到啊。哦，三岁囡仔知影的道理哦，八十岁老翁伊无一定做会到。啊、哦，所以足侪道理知影尔，知影就知影尔，感觉这件代志最重要，但是呢，放一边啊，细路，有代志是安尼啊。哦，知道，但是做不到，知影做袂到，它是咱的一个问题关键。哦，大家拢知影金钱，有钱嘛无一定。对无，有金钱钱多，咱就去做足济无好个代志。但是大家拢较爱钱，拢足爱个啊。目睭铁开就是要找钱，对无？开始拍命，但是钱是最恶个元素啊。就是讲足济人伊有钱了去做歹代志，所以即钱对人敢一定会好，无一定好嘛，对无？但是大家拢知影即个道理，但是大家拢要去追求，是毋是？哦。啊！大家人知影这权利啊，名位无好，做官一
地官高殿有呢，并无有无啦。但是呢，奇怪呢，偏偏选举时阵一大堆人啊，小姐要做官，要做总统，要做官，啊，拢讲要做官足忝的啦，做迄多好啦，但是拢小姐要做着，哎呀，奇怪人真矛盾的吼。啊，大家拢讲啊，这个美女啊。这美食真无好，但是呢，奇怪呢，很多就要去追求啊。人讲自古英雄难回避贞观，对无？啊，知影迄个，但是拢要去追求啊。伊敢毋知这个道理？伊知啊，但是伊就我都控制，知影知道，但是做不到啊。是安尼，哦，过来批嘞。人讲分手无好啊，分手伤心啊。但是呢？像很多人都爱吃薰酒，吃薰喝酒，看很多人，他敢知道有些对身体不好？不知道，知道做得到？做不到，他完全自己控制了，哦，是不是这样？很多事情我们知道，但是都做不到。大家都说天堂好，天堂很好的啦，但是怎样，我不提了，对吧？我甘愿在这个皇帝的世界来享受啊，天堂遐你去就好啊，做矛盾来着，哦，啊，伊天堂啊，修行人都唔买啊，哎，有诶，佮他天去，敢知影呐？做，哦，好啊，哦，有拄过啊，哎，有病啊，做严重啊，啊，叫伊讲吼，啊，无你着请靠吼，素心吼，以后要回天堂，别去做孽嘛，伊无爱死，伊讲吼啥？我地甲，迄天堂你去地甲我啦，我家己来就好啊。天堂真好，伊知啊，但是伊要去地噶，够这个人，有啊，找啊，做足侪道理吼，咱知影归知影呢，知影是知影一半年，知影批半年呢，知影一个表面之意嘞，反而真正深刻来了解，所以咱做袂，就是安尼，修行学得真好啊，人一世人安尼短短也够无常，对无？什么时阵要掉的呢？知。哦，啊，无去赶紧把握这时间好啊，收入这大家拢知嘛，对吧？但是感觉好，感觉好做，无只好做嘞，对吧？哦，无来享受啦，哦，啊，这哦，人生短短啊，无来休困一下啦，足侪理由借口嘛，哦，啊，所以咱就袂去珍惜，这代表啥？代表咱无真正了啦。哦，啊，这地方嘛是同款啊，天人与健康饮食观。对无？哦，咱大家即摆人拢嘛是足惜命命啊！哦，拢足注意家己个保守家己个身体啊，要有健康啊。但是敢一定有健康？无一定呢，真正无一定呢。我咱讲食素食就一定健康嘛？哦，即摆病够侪对无？含咧食素食咱请教个嘛是足侪着病个。这代表啥？代表足侪观念咱唔对。哦，代表足侪行为咱未改过来。代表咱有足侪即个习惯，啊，成功个习惯，咱也未改个。所以呢，这嘛是较需要咱去思考个一个地方啦。啊，只是讲即个地方呢，非常简单。啊，即个地方是把咧江苏甲合法调换啦，因为吼，啊，伊个江苏讲吼，即个地方无好讲，在咧讲啥，啊，所以就调互我换啦，啊，我就才叫做上课。啊，即个地方较轻松个。啊，无遮严肃啊！啊，啊无，其实来互我讲道理吼，有些毛病哦。讲作侪经典啊，分析侪道理啊，但是啊，枯燥乏味，人听了爱困啊。这是好好的一个特点啦，特点。啊，这个地方呢，拄好是较轻松，咱大家参考一下，免我培养咱健康的饮食观，天然健康饮食，互咱呢透过食了健康，哦，袂患病。哦，安尼是真好，哦，真正安尼啊，破病吼，你拖磨真艰苦嘞，哎，然后久病厌世对无？久病床前无孝子，哦，哎呀，这活嘞已经足艰苦嘞，人拢无来对无？啊，无来变哪？爱知影人拆变啊，咱爱做一寡对的行为、对的行动来拆变这个无好的结果啊，对无？哦，所以这个天然与健康饮食观嘞有真重要，哦，啊，这个我。拄好今日呢，哦，有阵天啊，调松无去的哦，我遐较轻松少，较轻松少，啊来参到这个地方，哦，啊这其实呢真重要啦，
啊，对待修行人，咱这个修行人的人真重要，啥物重要？对你家己来讲，对咱家己来讲，哦，咱啊，心口素质、身体健康，有健康的身体，咱才有法度啊，去修得去办得呢。啊，咱今日也是逐工在破病，修得就咱啊，莫讲办得啦，讲修你就无心情通修咧，敢要相信？真正啊！哦，你若看一个病，莫讲啥物大病，感冒就好啊，伊咧对无？啥物拢无想要做啊？是毋是安尼？所以咱要一个健康身体做基础，咱嘛无法度修办道呢，嘛影响咱修办道呢，敢是安尼？真正还是对咱来讲哦，对外在来讲，咱若无一个健康的身体，咱要怎去度人救人？哦，咱要怎去度兄弟姊妹？要怎去人生存？咱的脚步就踏袂出去啊，是无？啊，人若看到咱，哇，你真是菜哦！你真够伤心哦，啊，身体啊这么歹啊，啊，面色啊这么歹啊，啊，人敢要对咱想？看就怀疑啊，你讲食菜偌好，啊，但是呢，哦，食到爱规身躯，规身躯生病，啊，人敢要对咱想？当然对咱想啦，会去怀疑啦。哦，所以讲啊，咱唯有把身体顾好，哦，身体顾健康，咱我们来修办道，不管伫咱自身，还是对咱身边来讲，这拢是足必要，对无？足有帮助的一件代志，是不是安尼？迄话有时阵哦，有时阵哦，咱食火锅嘛是破病嘛，对无？啊，有时阵啊，我有时卖感冒啊，我感冒啊，有会同事讲，因为我食菜嘛是感觉感冒，对无？食菜嘛是感觉嘛是身体无咧活，对无？我就无话通讲的。哦，真正即摆人少年人，我身体无一定比咱这老菩萨较好呢。敢要相信？你感冒啊，较早看到阮阿妈哦，会健康报告啦，你九十岁啊，对无？哇，迄健康检查表吼，都是绿色的啊，黑色的字啦。咱敢知？咱若去检查，身体也是有问题，拢会出现啥？红字啊！哦，真正，我看嘛，家己嘛红字呢。啊，当初咱大家拢红字呢。一个眼观睁开，这个阿嬷吼，拢无红字呢。少年身体输伊啊！哇，真正咧食到来，奇怪啊！哦，人讲人少年的身体强啊，身体好啊，奇怪啊，身体比吼迄哦老人搁较烂呢，傲少年对无？一个傲少年啊，这个心态。啊，当然足侪原因啊，真正足侪原因啊，较早发病。来啦，迄台积电上，台积电咱敢知？台积电啊，我伊讲超的真钱，赚足侪钱的收影啊，但是有够超的话，逐工拢。透早嘞，哦，八点上班，伊晚几点下班？你敢知？11点啊，11点下班嘞。哦，有时阵变过几晚点嘞，规工伫遐坐啊。哦，啊，互我隔壁迄个哦，伫咧迄个广告之前咧，伫坐定来咧，工作室里内底，卧老死啊！伊死了了，惊着无爱坐啊，变酸软啊，因为呾伤吵啊。啊，互我去课吼，逐个人。健康检查红字足惨的啦，三酸甘油脂，人知，大家拢憋到6-7以上啊，吼、哦，真正是用命咧换钱啊，哦，用命换钱呢，啊，你食到老吼，要用钱要换命咧，敢当敢知，啊，少年时阵用命换钱，我都趁钱一直趁，用命来趁，用健康去趁。食到老的时阵咧，破病咧，哦，啊，要用钱来活命，开始找医生，对无？少年不养生，老年就养医生，呀，就是安尼。哎，真正你少年也未向人顾身体，食老你着用钱去买你的健康，啊，你着交去医生遐，哦，你该看医生，哦，是不是安尼？哦，所以咧，健康非常的。哦，咱健康为上，也个参考一下。哦，健康，天然健康饮食观，看咱人吃。但是我是讲一部分之一啊。即、这个题目要讲的物件真宽真济，要怎食才有健康，或啥
啥物爱注意有够多，也是讲摕重点来讲。啊，无咱即摆来开始，来开始。首先呢，啊，即李弟甲咱讲啊，地理地球，伊讲啥？伊讲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。李弟甲咱讲啊，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。哇，即个兄弟就是牛嘛，不搞迄个啥，啊，养鬼咩？我较早做遐尼一个电影真有名，叫做《饮食男女》。啊，是啥意思？意思是讲饮食交男女这两件代志是自古以来、自古有人以来呢，就存在上大、上基本、上重要的两项欲望啊，两项需求啊，每一个人拢走袂过，拢脱袂过。就算讲你大路金身，你降世伫即个世间，你拿即个身躯拢同款啊，爱面对这两件代志。任何人拢同款，无法度，因为上帝创造咱这个人的身体，伊赋予咱基本的功能甲本能，是人界、动物界嘛是同款。咱就一定爱干呐，生来就是为这两件代志咧拍拼。第一件代志，饮食。饮食是什么意思？吃，吃物件。因为人求生的本能嘛，上帝创造万物，最基本的功能就是爱生存，对不？无你哪能看好一项物件，伊无为着伊的生存咧拍命哦。不管任何动物、植物，拢共款，包括咱人嘛是共款，拢为着生存咧拍命。生存第一件代志就是啥啊？爱吃，无吃我袂活啊。所以较早拢咧无闲食，啊，为着要食三顿，就安尼走走啊，呾要食饱是伊啊。咱有看着动物的迄个 Discovery 也是讲咧，吼，喺电视咧，电视内底，迄个咱看咧熊啊，咧爬，哦，狮，规工咧无闲啥，无闲食，无食伊会安那死亡啊。所以开始咧，从透早开始哦，伊毋是咧。你啊，咧掠伊个物，就是咧困啊，哦，食困食困安尼尔，伊生活就是安尼尔。所以足侪动物、植物，伊就是安那，就是咧食尔，为着食尔，食了伊所有个草，百分之九十个时间啦。啊，剩个百分之十要创啥？伊要生存嘛，上帝创造一切物，就是要生存。第一件食，第二件就是即个，就是安那，生出咱个血。一代一代一直安那不断来延续落去，对无？这两项大代志啊，食交生后代，这两件代大代志是人的基本的功能需求。这两个足大个一个欲望，任何人都走袂去，对无？嘿啊，啊，男女之间互相吸引，对无？互相迄落呐。哦，做伙了生后一代，这是天经地义，这是咱人的一种本能啊，无法度通突破。食嘛是共款啊，所以这个两件代志呢，咱无法度去避免。大约就是足大个这个欲望，自古以来拢是啊，拢是共款。哦，咱感觉从社会出来嘛是爱，世界人就是安尼，环境就是安尼啊，拢爱啊，啊食嘞。就是当然，这个欲望的物件，这两项拢足重要。但是呢，咱人地位会当遐控制。如果咱嘛无控制，如果咱无对这个物件理解、控制、伊个调控的话，咱就亲像动物共款哦。这要注意哦，因为这是咱人的一种动物性、动物性啊，交遐个动物拢共款啊。地高以华，拢共款拢会做一件代志嘛，对无？车啊，繁衍后代啊，拢共款。但是人特殊个所在就是伊有地位，伊有灵性。咱好地位有灵性，会对遮个代志去控制哦，互伊啊呐袂受超过哦。讲着遮就好啊，较早就是讲食饱已经无简单啊，对无？有人食已经无简单啊，来呢？有人食无够爱食饱，对无？食饱无够呢，即摆人爱食食好起卡呢，就是哇，我做些物件食起卡的，食起水的，对无？哦，食气氛的，食高尚的，食起某些的，都是安尼，愈食愈好，愈来愈健康起活。啊，
食素食嘛是同款啊。所以食方面，咱有发觉无？即、這个人的欲望愈来愈悬，愈来愈大，敢是安尼？哦，啊，即摆人拢大鱼大肉，好食人搁食如何？食精，迄、那个遐低卡的。哦，啊，咱有食过啥物日本料理敢有？日本料理啊，日本料理是毋是拢一点仔尔？一点仔尔看起食袂饱嘞，但是迄种贵的呢，迄种足贵的食袂起嘞。哦，啊，所以咱人的要求你看，咱看咱这个欲望吼，咱也无点控制，伊会愈来愈大嘞。这个局会愈来愈愈发嘞，哎，无止境的人欲望无止境。啊，是一个要控制。咱今日修道学道，毋是讲甲这两项物件拢甲剔除拢无无啊，毋是要甲消灭。因为人是安那大业自来，咱今日人生必定有这两项的需求，一定拢有需求啊，无可能讲无啊。只要是有人拢有，对无？这无要紧啊，食无犯罪啊，食就罪恶啊。但是问题是安那，咱食伤超过啊！啊，我有人食无够，我食了饱，食了饱无够，我改食了好食。哦，我足胖，大鱼大肉，山珍海味，啥都啥不只拢要食，这才是问题所在啊！是不是安尼？啊，当然咱今日有智慧，哦，在座咱在座各位，会当食素。是不是？会当食素食，基本上把这个欲望诶做一个控制，啊，做一个控制，互伊袂收超过啊，收超过，你病就来啊，你就失去了平衡啊。这天地道理就是安尼，天地就是一个平衡咯。当失去了平衡的时阵呢，哇，这内底咱的运作就会开始乱了。乱了了后呢，咱五行啊乱，袂使五行乱，咱就会人就破病。所以人讲，你健康，健康第一步爱先素食。素食无够，就是讲咱食素食观念爱正确。啊，咱观念若无正确，食素食嘛是会做侪病啊，是毋是？尤其吼，你像大家咧食素食咧，较容易啊，三酸甘油脂会较悬。嘿，即卖素食拢做油的啊，啊，咱若食伤油、伤重咸，哇，迄个病就来啊。所以食素食嘛是共款。其实环境嘛是污染嘛，哦，所以这项两件代志，人之大欲自的，咱爱想办法来甲克制，来甲控制，来甲做一个制度。首先是控制啦，啊，后一步是啥？如果咱修行抓会着物件，抓会着骨头，哦，咱的人啊，去甲超越啦，去甲转化。叫个物件，伊就会互咱转化去，咱转化去哦，哦，哦，所以得到的话就是啥，顺则反，逆则先啊。就是讲，你顺你人的这个本性，你去甲做，你去甲发挥，你着，逐天追求满，你个欲望，哦，逐天来满足你个欲望的时阵，你就是一个凡夫俗子啊。你就是一个对了方面的凡夫俗子，六道轮回众生啊。这叫顺则反嘛，你顺意啊！哦，今日巴肚枵，我想要食好，我就来食，我就顺意嘛，是不是？啊，找阮厝内总好，我就来建立家庭，逐工来拢放伫内底，反正顺意嘛。这叫顺啊，顺则反呐、啊，你就是一个反的。逆则先，你也是知影人回头啊，知影人反思，去思考这个问题，知影讲人是因为啥物件所束缚。不得解脱，那么你得安那翻头转来，透过修行去甲超越，去甲转化，这叫逆，逆则先呐、啊，你就有机会做先。啊，咱今日来遮，开遮侪时间来遮吼，啊，请到苏心，来遮修办的目的是啥？当时目的，当时最重要目的是，搁要做一个万无上师，不是啊？咱来遮上重要目的，就是透过修行，对吧？啊，进入性的温情之内呢，透过修行得到得一个解脱，得一个自在清净，超凡人啊，要做仙的。所以唯有逆才能成仙，
顺则防，逆则先呢、啊？只在中间就怎么样？两台中，两边不两边门，只在中间颠倒颠。啊、哦，颠倒颠的意思是讲哦，欲尊欲无啊。哦，咱都是甲咱讲嘛。哦，欲尊欲无啦，哪有哪无，哪发心有时阵，哪都无得心嘛。啊，有时阵不生心，有时阵呢，哪得跟咱那消耗气有同款，提不起劲啊。那有时阵呢，我得啊，做修法的做参悟，做积极，有时阵呢做那没啊。啊，有时阵的哦，得心经哦，有时阵呢，欲望也真多啊，哪有哪无啦？你若听会中哦，颠倒颠啦，啊，那就准共看咧，翻来翻去，翻来翻去。哦，所以讲诶，咱若认清楚、了解，咱就知影讲，哇，这件代志真重要。修行学到真真正正有法度帮助咱去解脱、超脱、转化，啊，讲转修为理。将凡夫的业性转做圣人，咱本来就有智慧啊，甲光明啊。咱来透过真修实练，哦，各位在大家，真修实练，教法都帮咱超脱。咱讲饮食男女，人之大欲，这个特性就是咱家己自己啦。咱来透过修行，要面对咱自己的特性，唯有透过真修实练。所谓真修实练，无遮简单嘞，毋是讲口呼口号安尼讲的，伊是爱全心投入、全心全意啊，注入心中哦，不管任何的时间、任何的空间，量足在足，量足在足呢，就是对自己的啊，是咱得到的时间、时阵迄个现观迄个所在，这是咱的心法啊。哦，咱心无时不刻拢处在这个道的当中。哦，专心专意，无自私，心无杂念，持续一段时间，就是到咱目的地为止的。安尼真修实的，咱只要发到有机会，像我咱也拢是修到。这咱的业力所摆，这就是业啊。哦，所以饮食男女人之大欲所用，请这项代志真重要。哦。透过修行，透过吃饭，但是首先第一步，咱要知讲，咱这个身体，咱要吃，安怎吃才是健康？啊，才是健康跟自然。啊，咱们这个第一步是自然跟健康的饮食观啊。这个观念哦，讲的就是一种观念。观念就是咱的思想、咱的念头、咱的，咱对这件代志的看法、爱正确。哦，做这代志，咱视觉差的，咱想出来。一视角一看，就是生命休矣。你啊，你视一个角差，你观念唔对吼，哇，你就会那结果就是会差足济。真正人之所以有遮尼济的痛苦烦恼，你遮尼济不如意，遮尼济烦恼痛苦是啥？是因为外在吗？是因为某物人吗？啥物环境互我的吗？不是，是你的观念出了问题。哦，这个人同款拄着一件代志，人拢是比较出来。一件代志会当互你快乐，互你啊艰苦，拢是你这点观念所引起的。真正嘞，我比如来讲啊，今日头家加薪水，对无？加伊1000块薪水，啊，你有欢喜无？欢喜啊，加薪就是1000块，对无？有够欢喜的啊！但是你外头比较，我啊加2000，再加3000。你加4500，我上少的，你欢迎起来未？欢迎起来，开始怨恨怨妒，哦，开始气愤，开始去理论，代志乜一大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比较一个观念之意哦，思想会当互你快乐，啊自在解脱，嘛会当互你身在地狱当中，互你艰苦，哦，你做侪种个，拢是你的一念之间哦。所以最近是不是这个台南发生命案？伊个南华对无？伊个玉正遐毋是太杀的嘛？咱敢知吼？拍死因阿妈阿婆讲因酒后杀，咱个太好死啊！为着4000块利益啊！一个观念偏差，伊讲是只一个损失甲只大，结果咧也毋知影伊大汉，咧杀人甲不死。一个观念之一啊！
伊人生关键啦，伊思想一定出了问题，所以思想出了问题，所以行为的偏差，伊叫做发生这种悲剧，所以人的关联性真重要，对吧？啊，大爸嘛是话，迄拍火灾对吧？消防消防，迄汤遐死五个对吧？五个迄队长吼，迄队长嘛是安那，伊有机会逃生啊，但是因为伫要救伊个。同事，你家己嘛是牺牲落去啊！哦，这种牺牲就有价值，迄牺牲是伫人个赞叹，对无？真赞，同款是牺牲啊！哦，啊，迄、那个太迄、那个亲人个，嘛是牺牲，到尾有可能在个死刑，还是安怎？嘛唔知啊，平平死啊，一个有价值，一个无价值啦。所以咱人个观念哦，一时间出生命伊就休矣，人个观念也偏差哦，到尾啊，迄代价代价。代价足大啊！哦，我看一个新闻，最近看一个新闻，泰国一个和尚啊，泰国一个和尚哦，奇怪和尚夹人抢迄大家了，抢迄个叫啥？迄个菜根，抢伊啊，钓着菜根呢，钓着带条五百偌万呢，偌欢喜啊，侬知？哦，欢喜干啊，欢喜干，伊都要还俗啊，和尚歹做啊。我开始来享受我的人生，好赞嘞！大家饮烧酒啦，佚佗啦，哦，真正赞嘞！足球我较早做维修啊，可能是安尼想啦。享受到一个月十四号，我酒驾运动死伫个路边啊，有够可怜的啦！钱啊，钱这项物件，一个观念，你看，平平收入，你观念唔正确，甲无正确差好济。当佛陀是伫路边看到，敢若看到毒蛇，对无？嗯。但是咱敢会看到毒蛇？袂啦，有黄金钱呢，去，哦，看机会收起来。哦，所以心态，伊就差有够侪，心境差有够侪。哦，同款的修行学到的，就观念有够多，错误的观念会互咱错误结果，哦，会互咱承受一种苦果。所以咱爱啊，建立一个正确的观念。观念做伫头前，啊，哪有观念无够？咱爱听啊实证啊，对无？知行合一啊，啊，安尼才有好个结果。啊，若无咧，嘛是共款啊。咱有好个观念，像头头早头我所讲，咱就知影你个道理啊。哦，知影人要安怎做啊？但是我嘛做袂到，啊嘛知影讲享受歹啊，浪费时间歹啊。但是我着偏单嘛，想要浪费时间，感谢咧。啊，伫厝里安尼有细吼，啊，勤勤恳恳啊，真好嘛。哦，啊，若出来遮嘛，道场我着爱安尼开时间、开金钱、开心力，吼，爱共大人宣传，遮侪代志啊，我爱想着咱，敢是安尼？咱拢知影道理，但是咱偏偏做袂到，是因为咱对道理无够了解透彻，对真理的认识无够深，所以产生咱安那知影道理，拢做袂到，做一半，做半头。啊、哦，有一个代志，咱今日一定会参考所学礼拜啊。咱就是在家啊，修行是在家啊，咱毋是临时工的，啊、哦，咱毋是月聘的呢，咱是在家的呢。啊，在家是伫咱师尊的温泉之内，是祖师的温泉之内，咱来好好把握这个机会啊。这么好的机会，是今后世人转世要安怎，咱拢毋知，所以咱一定要好好来。所以出来首先来讲这个，哦，什么是天人跟健康啊？第一个就是天人，天人就是自然，哦，自然就是讲一件事物的原还是原来的面貌，就是天人。天人敢好？天人敢好啊？大家拢爱天人，吃的天人，用的天人，对不？哦，像咱的生活中，咱的洗什么物件，你要用化学还是用天然的？当然是天然的较好啦，但是买化学较好用着。化学的迄个洗衫剂啊、洗碗剂啊、啥物剂啊，较好用，但是呢有毒啊。哦，所以咱拢爱用天然。哦，像啥物啥物无患子啊，啥物货对吧？哦，啊，迄个天然啊，就是讲伊袂伤身体，伊原生天然的物件呢，上帝创造万物，伊就是一个平衡。平衡你啊，照这个平衡的规律去做。咱就平安无代志，但是咱大汉啊，家己因为家己足巧，啊，家己足巧，对无？开始发明足侪物件，发明足侪文明啊，
哦，所以到尾啊呐，到咱咱人家己受苦过啊，咱看咱即摆环境咁好，无好啊，收温的结果污染一大堆啊，对无？啊，地球咧，哦，即个啥温室效应，啊，即摆人啊无照顾起天的无照顾地，所以即摆气候是毋是足奇怪？哦，即摆有够热啊！啊，阮无啥落雨个，水库又变干去啊！哦，啊，灾难有够侪，即足足侪，敢要讲讲讲？咱其实来看新闻就知，天灾人祸一大堆啊，对无？哦，啊，环境遮尔歹，咱生活敢会健康？敢会快乐？白啊！所以以后后一代哦，其实哦，愈来愈歹，愈来愈歹。咱后后后壁会讲，愈来愈歹。啊，就是因为咱人做作伤济，人的作为伤济啊，人的贪念伤大啊，啥物代志拢无天定啊，无天定咱就无幸福啊。所以呢，修行学道嘛是共款，咱要学啥？学天定啊，学自然啊，恢复本来的心即个面貌，恢复你本来的真面目嘛。啊，你本来真面目是啥？不然。你的佛性是你原来的真谛，所以咱的师尊叫做什么？天然佛，对不？哦，遐修行就是讲，他会修了，哦，返回原来的面貌，每只拢是同款，拢是佛，这么光明，这么清净，遐是从自然的原态啊。咱本来是自然敢若清净啊，但是一念的无明，老板你来力量。六万年不断的底下轮回，结果咱身躯扛着肮垃圾、肮脏，咱拢无自然啊！咱敢知？咱拢做做作，很做作啦，做假啦。人吼，咱看带一个面具啊，是不是？哦，你伫恁家扮演一个爸爸，伫这个公司扮演一个咱的新人，还是做一个头家？咱的角色有够侪，咱敢知？面对一个人，一个环境，你就一个角色，一个面具。啊，不会知，什么是你真正的自己，咱拢知，唔知？对一个人是真正的我，咱知，唔知？所以每一个人对家己够熟悉，拢无熟悉。哦，拢一段一段，一片一片，片段的啦，片段的啦。什么是你原来真面目？唔知。唯有啥？唯有开悟见性。啊，会想开悟见性，哦，见自本性，见自你本性，迄、那个伊得到光足足的物件，才是你原来的面貌啦。这项物件你敢找唔到，找唔到嘛？啊，其实讲起来舒服，讲足简单，足简单，足困难，足困难，足简单是因为你恢复你原来原态安尼尔，足困难是因为你因为力量。六万多年的力量，顶顶塌塌，伊头壳内底足侪邪思妄想，足侪偏见，啊，烦恼紧紧邪见重担啊！困难是困难伫遮呢，你煞袂记哩，安怎恢复你原来一面貌啊？袂记哩，啊，叫困啊！你自信，咱爱自信，天然的那个不朽，这个困啊，袂记啊，袂记啊！哦，这困难伫遮，做袂起你讲安怎恢复咱原来清净？如果你恢复原来清净，那么这就是天然自然，啊，安就是解脱。所以天然上好啊。哦，这两样感觉，倒平这手机个感觉看起真歹，那是天然的，真健康啊。啊，正平这呢，真水对啊，大一个村，真水，但是个蛇个，蛇两个看起真水，但是有毒啊。要选做一项，然后我要选倒边一项，看起来真歹，但是呢，健康啊，有营养啊，对无？啊，选这样一项呢，我人工啊、柴油啊，对无？化学农药啊，啥货有诶无诶啊？无健康对无？所以咱拢爱选啊，天然的，天然的啊上好，天然是天生的原胎，哦，天生的原胎啊，就是无珍贵的物件嘛，自然就是，所以自然好。所以咱食嘛是爱食天然，食有自然。那么是啥物是天然自然？啥物食物？咱食菜嘛，肉、肉、菜，拢卖，拢卖苦。
主人就是啥？有机。咱即摆讲提倡有机对吧？有机饮食啊，有机的物件，天然栽种，无农药，对吧？都无化肥料，哦啊土啥，哦环境全部拢是无污染。即种的物件上健康，上适合咱人食，上适合咱食材。咱素食的人，来人很少有人来食。上好是还是是理想的有机的作物，而且有机做成假，我等下讲，因为假要骗人的，我骗人啊，我骗人啊，对不？哦，啊，这上当上村神啊，在真正有影，那是假的。所以上好的理想的状态是讲真的骗人。哦，那第二项呢，健康，什么是健康？定义是啥物叫做健康啊？你讲迄个运动员，哦，迄一百米的世界冠军，你讲伊讲出健康吗？搞一点，嗯，搞一点啦。啊，那讲迄个外家咧几百岁，哦，伊体力都讲伊偌好啊，但是伊都无毛病，迄种人够健康，健康对无？所以啥物是健康？定义是啥？无病叫做健康，无病状态就是健康。无病就是你原来机能会当正常诶发挥，会行会坐会困，对无？你诶机能拢做正常，即叫无病，所以叫做健康，对无？哦，咱若有病，患病出来就无健康，是毋是？哦，所以讲咱要食爱食无健康，即、这个观念就是讲，咱不管咱怎食，如果你身体健康，就代表啥？哎，代表你食的方面呢正常。啊，如果咱食，咱身躯也出侪病，哦，咱物件疼了，物件疼了，物件呐，你代表病，咱来思考讲，我食的物件够有食到，饮食的观念够有正确，啊，无我来出侪病。哦，如果咱病，咱就来去反思，咱来食够有健康啦，吼。哦，啊是无病呢，就代表咱食，哦，得啦正常。当然，修行学道嘛是同款啊。修行学道嘛是要学一个恢复咱本来健康的心态、心性。哦，同款的意思诶。咱今日想要做中秋，咱今日想要欢乐，才欢乐才侪。想要咱的思想才偏差，是因为咱的心啊破病啊，咱的心病足侪啊。心不济啊，啊，心如朝柱啊，身不迄个身不知慢啊，哦，心不够济，贪嗔痴爱啊，就是在去满满是啊，哦，足济病啊，哦，啊，如果后病，咱就无健康对无？无健康会安怎？会受苦啊，身体也破病，肉体不健康，心理也是破病，心内不健康对无？我即马坐迄个啥忧郁症嘞？刚才我坐迄个恐慌症、忧郁症比例有够侪嘞，因为啊，即马社会竞争压力足大诶。啊，咱去问迄少年，即马讲足薪水足低对无？可怜个呢，啊拼命拼恁个血汗工厂满满是呢，所以血汗工厂是啥？就是讲甲你吼，甲你操到啊身体歹，钱都一点点嘛。啊，连伊这头路连伊要无，要安怎拢不知。哦，经济压力够大，囝拢生落去啊，对，啊家庭拢有啊，搁爱付资金，钱搁赚无够，身体搁无好，真正心内会受这健康会受影响，所以心拢破病。即马足侪，好汉吼，伫高雄大边啊的病院足侪迄个心灵诊所啊，较早拢无咧，心灵诊所啊。哦，你心内有毛病，心内有艰，足艰苦，要对头，无人头，我来找医生头。啊，你心内破病，遐食药啊呢？遐袂食遐药啊吼，不然怎办？足恐怖。哦，我有同事拢爱食，刚爱食食药啊，解药丸啊，啥啥袂无病。心理的问题爱靠药啊来甲控制。啊，这项药啊呢，副作用都有够侪，有够猛诶。愈吃愈艰苦，身体愈来愈歹，愈来愈歹呢，心情愈来愈压榨。哦，那说心内破病，迄种恐怖，是不是？
心内啊破病，家己艰苦之外呢，边仔人才会知影，知影。嘿啊，嘿啊，脾气无好，恁家大家拢大细人艰苦。恁一个欺负人吼，大家大细人对恁点拖磨吼，艰苦。所以心内有毛病，就较恐怖的，恐怖的，对无？大人要杀人，伊就心内有毛病啊，对无？哦，安尼回想讲，伊个伫遐幻想，伊心内伊嘛毛病啊。所以人的心有84000种的众生，84000种的毛病。所以佛陀才用84000种的法门，要对治咱的病。如果把病去除，咱就是健康的吼。所以师尊讲啥？师尊讲修道是修心啊。令咱道场所强调的，就是改脾气、去毛病啊，将咱的心病、心物给戒除了，恢复了原来健康的状态。那么咱修行，你修行就成功。修行无要求啥物货啦，求咱的身躯的这个病哦，这错误的物件、垃圾的物件，给去除，安尼去啊。但这项工作是，但是这项工作就做歹做啊，是不是？哦，我有一个脾气毛病哦，啊，拢改拢改袂去，改30-60天有可能嘛是改袂去。一个习惯，一个不好的习惯，改30-60天无法度习惯。所以改咱心内这个病，咱来啦，等咱有法门啊，咱来知影方法，知影方法了呢是修行。哦，爱有意志，你意志意志力嘛有够啊，爱有够。对头到尾要贯彻始终啊，是不是？哦，咱爱有这个决心啊！哦，有了正确的法，以及话，咱个决心，这两个爱合作伙，咱的心内病到度去除。哦，所以呢，这是讲咱心啊。其实呢，虽然讲讲食，这是第一个讲食，但是这食的物件交咱心态有关系，有关系。咱心态啊正确，咱自然食物件，咱就会正确。咱心也是无病，咱食的物件，咱就安那会慢慢食好健康。那是咱的心，咱的心的问题。哦，所以病就是失去伊的原态。这 WHO 是咧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，是啥物叫做一个健康的人？就是你的心理交社会拢爱均衡平衡，这三角框这所在叫做健康啦。就是讲，一个健康的人，不止你的身体健康，你的心理也健康。而且呢，你交社会、人交人之间的互动、人交人之间的相处，拢嘛做健康。这个人才是一个完整健康的人。哦，一种人够侪，足少。其实足少呢，但是如果咱透过修行学道，一种人在咱的道中会足侪啊，对不？如果咱食素，就食了健康，咱身体就健康，对无？修行人心理上健康嘛，因为咱拢在找真理啊。就找真理，咱的心就会无病，无病自然就健康，对无？哦，安尼咱交社会，今日正话咱出外口交人做伙，嘛是依着啥？道德伦理咧做代志啊，伦理道德啊，哦。即个道德的即个真义观念咧做代志，你咱交人就袂计较啊，是不是？交人就袂起冲突啊，对无？咱交人大家就会安那，就会温暖啊。咱是咪交社会嘛是一种健康的状态，所以伫道中靠真正了达到即个定义，即健康的定义，哦，安尼才是健康哦。好，啊，咱即摆来看，咱即摆社会是安怎？哦，咱现况分析嘛。我嘛唔知我怎么健康个啦，咱来检查一下嘛，吼、哦。食安的问题真令人很担忧，那吃物件到有烦恼，嗯，真烦恼啊！混葱油、化学酱油、牛奶粉、混葱油、塑化剂，这是有够济。啥物物件拢在污染呢？哦，迄无良心的迄个生理啦，啊，你乌白贪、乌白浪、浪东、浪西，对无？啊，迄调味料、防腐剂。化学剂，你化学吼是学化学的，吼化学中山大学嘛，硕士啦，所以化学真清楚啦。我们学化学，化学即摆咧做，化学即摆嘛是研发人员啦，我们做研究的到即摆为止啊，啊，
所以这个物件内底南东啊，像南港吼，我家己看惊唔敢食。啊，但是呢，奇怪啊，人拢咧食，讲咧符合国家的标准，国家标准讲什么物件多少 ppm 都会使，但是就是讲这项物件就是讲无遐毒素的。即马合计是讲，即个毒素合乎伊控制规格以内，安尼讲合计啦，过真难听，迄嘛是毒啊，侪交少是伊啊。咱若食物件食，即个物件食伤侪嘛是中毒，共款的意思。啊，咱食的、穿的、用的，不管任何，即衫嘛是共款，即泥料之类。那去无小心买着大量遐衫。哦，迄泥料有诶是禁止用诶，但是大量遐有诶是偷偷仔咧用。迄物件接触着皮肤，皮肤吸收入去你诶肝肾系统，哇操，拢是累积，哦，囤积在你的身体里面，30当了，它会发生病变啊。安尼，你这血栓敢会有？会有啊。哦，所以人奇怪啊，我常常身体健康健康爱着噶。原来是30当前所穿的遐衫咧，甲我影响，咱敢想会着？想袂着啊！所以太侪太侪物件，包括即摆空气 PM2.5 对无？咱南部遮是空气真歹，高雄更难歹。啊，高雄遐冬天哦，逐工拢红色警戒啊，拢自爆啊！啊，你 PM2.5 有法度过滤呢？口罩衫有法度过滤呢？哦，啊，吸入人体咱会安那？会一大堆毛病出来咧，三高的问题、心血管的问题、第二癌的问题，南部就是膀胱癌，因为空气的关系。嗯，啊，这人研究的吼，所以不管食的、穿的啦、用的啦、吸的空气啦，啥物拢物件啦。包含即马都坐手机啊，对吧？即马是不是通讯最发达的？这的物件，电磁波对人的影响敢有啊？哦，就老人老来的，像这因为老人家就话老话咯，伊体质大个人无同，但是有，就是有这个可能啊。所以即摆污染有够济啊，当然咱看病啊，当然咱看病咧。啊，咱看一下咧，看病吼，伊原因有够济，原因足济哦。有个人是啥？哦，有两项原因嘛。你个看病一定是对药剂啊，药啊，药啊。一种业是你自己所做的业，哦，这因果啊，你过去所做，不过咱也是安那杀害众生，杀业伤侪，你一世人就是一个病，这是一定的。过去啊，伤害你命，一世人当要来讨报，咱来看病，这是因果哦，怨天债主啊，哦，所以这个人看病啊，这是一第一个，就是咱自业，咱家己所招来。第一种叫强业，强业就是讲这个环境太歹，环境太歹，所以使人破病。我说一个破病的原因足济啦，因为一定是伊过去所做做了吼，因为即摆环境咱的时势舒服啦，舒服啥的，啊，所以讲话人拢有了真好好啦，好人伊嘛会破病啊，是讲好人伊会破病，只是讲伊的病是对环境而来。啊，有诶，破病是伊因果诶病，即无共款啊。所以咱其实咱无啥物智慧，咱去判断伊即个病到底是因果病，还是环境所强业所造成病，其实咱毋知。咱毋知咧，咱就不要妄下断言去判断。哦，咱了解哦。哦，莫讲安尼哦，食素食，食素食嘛一大堆病，啊，伊食素食咧骗人假诶，真着伫骗人假诶，对无？迄有诶伫道中无了解。有时阵会安尼讲啊，但是伊无清楚无了解，有诶是因果无毋对啦，但是有诶是安那，是即个环境污染所造成的，哦，所以咱爱去甲撇咧。所以因此话，你看，有地沟油、镉米、大同、黑心油、毒奶粉、瘦肉精、塑化剂、氯、牡蛎、免宰油、动力联苯、无效油，有够侪啦。所以台湾人诶名啦，中年啊，百毒不侵了。哦，啥物毒素拢食咧，哦，所以就讲吼，台湾洗心洗内底，台湾的官人洗内底，官就是甲咱排毒的，食遮尔济毒呢，啊，着官人，官人到底啊，
洗身的肝交心啊，所以台湾人做厉害啊，拢是食冻，食冻。啊，习惯食冻吼，结果台湾人的寿命寿命嘛是真悬的。讲做迄个昆德，讲八十几岁啦，八十五岁。啊，轻的差不多七十到八十，即、這个卡到遮。一般台湾人的寿命，哦，真轻啊，算人的命真长啊。但是这是因为啊，因为台湾的医学进步，互你得病了后，无互你翘起，互你拖磨，拖磨拖到时间到，才互你倒去。哎，台湾人真正是吼，做文明的就对啦。哦，所以这么侪物件，这么侪这个环境就是安尼。哦，即摆讲像个人数统计，咱看这条线，咱就无细讲啊。越来越悬啦，啊！伊震海啸，迄海啸，听讲着人听，有少个癌症海啸，以后就是安尼。第二个有够济，即摆癌症时钟哦，三分钟，台湾三分钟就解掉啦。较早五分钟、六分钟啦，即摆就挂转到三分钟一个啊，越来越紧，对无？恐怖咧，吼、哦！假设是参考，嘛是对。咱唔通讲吼，我食素食穿靠，我有下药丸，啊，上天帮我保护，我着一切 OK 无代志，唔是呢？如果咱的行为，啊，咱的日常的生活也是唔对的，哦，拢食的有毒，用的、穿的、衫的拢是有毒的，安尼咱够危险，嘛是共款危险啊！做一部分爱靠咱人家己啊，靠你家己，一部分是靠上天嘛。哦，天人安尼合作，咱才有法度健康。咱若无这个，咱若无注意，嘛是共款会得啦。毋是讲我着啊，对无？食菜穿口，哦，免事怪怪，我着永远 OK 平安无代志，毋是安尼。一部分的责任嘛是伫伊个身躯顶面，所以即摆感情愈来愈侪，咱大家爱注意，哦，真恐怖。所以咧，咱人会真恐怖。这痛苦指数啦，吼，还要再无开时间讲。哦，痛苦指数愈来愈悬，台湾的5%，这人安怎算的？还要再讲吼，5%。菲律宾的上艰苦17%，这个痛苦指数，足侪指标咧算出来物件啦。人就是愈来愈艰苦，台湾阁算袂歹，伫亚洲来讲阁算袂歹，这叫痛苦指数。哦，啊，痛苦指数的来源其中一个咧，就是。搞啊！黑心商品充斥，危害健康，有够艰苦的。哦，不管咱穿啊，咱用拢中毒啊。哦，咱要讲要用较好个，要食有机个，要穿较高级个衫，哦，无钱啊。啊，我只好用迄个较歹个啊，较歹个佮影响着咱人个身躯啊，安尼变。嗯，无法度解决嘞，所以嘞，安那做艰苦个，痛苦指数作势，第一名啥？薪水伤少啦，薪资冻涨，在上艰苦吼，在上班唔知啦，钱愈赚愈少，真艰苦啊！哦啊，倒手面只，哦，假手面只是啥？在香港的厝啦，密密麻麻，大家拢做做伙，有够艰苦。哎，伫香港生活是真足恐怖的啊！所以人是愈来愈艰苦吼，而且呢，这个状况会愈严重，别呆了。哦，所以讲咱年轻一代吼，爱好好啊来思考，哦，咱要有心理准备，要面对以后的生活，哦，所以我接下来就讲，咱即卖现况，即卖社会，咱即卖生活是充满了各种的危险的，敢是？什么时阵要调病？什么时阵健康检查要甲咱宣判讲啊？你得什么病？咱敢知？知呢，所以呢，各有常的呢。哦，那去健康检查哦，讲到啥货，其实甲你宣布啥哦，是紧张对无？紧张呢，什么时阵要收到，啥物拢唔知。哦，啊，人讲啥？咱这个病从哪里来？一句话安尼讲啦，病从口入嘛。啊，足侪病，大部分的病，唔讲，差不多，我买安尼药头七。60%-70%啦，拢对食来啦。其他呢？其他足侪原因啦，哦，其他就是讲，咱身体破病是环境因素，因为过去因个人关系，足侪原因嘛，对
对不？啊，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咱对咱食起来，能够病从口出。啊，食个真重要啊！民以食为天啊，食饭皇帝大啊，对不？食个物件，大家想做爱食好个啊，啊，变咱食太健康，我那食唔对，一定是会啊，会出大事。所以说呢，勤者先勤劳，釜底抽薪。当变咱食出天地甲健康，当咱找出我是安怎会食不健康，食人破病，这个、源头原因也是找着。吹到了，咱才有法度去解决。那么咱所以对食的食甲无健康的原因是因为啥？因为咱的心理、咱的心态、咱的观念出了差错。所以源头是咱的心态、咱的心理、咱的思想、咱的观念啊。哦，比如讲，我最爱食一样物件，我最爱吃啊。哦，我嘛爱吃啊。电话爱检讨，哦，做这物件我嘛袂爱食，哦，啊奇怪，有人生出是爱食这，袂爱食那，大家拢分工啦吼。但是呢，如果我经食较伤严重，我就是我营养就不均衡嘛，对不？我食就无营养，无营养才会破病，嘛是会破病。啊，我拢爱食迄吼重口味的啦，油炸的，逐工食这，啊，才会破病，会破病呢？迄个囡仔吼，细汉就得糖尿病呢，是安那？刚啉的可乐啊，啉饮料啊，糖分伤侪就糖尿病啊，就高血压的啦，着啥有够侪对无？迄拢是因为啥？因为食啦。啊，食是因为啥？因为咱的错误的观念习惯所造成的对无？所以如果咱有一个正确的思想观念，咱就知影安怎食。咱食就会重视。就会适可而止，就会刚刚好，就会正确，哦，所以重点是咱的思想甲观，这个源头抓到了，这代志到法度解决，哦，修行嘛是同款啊，什么修行好多，咱脾气毛病好些，哦，改拢改袂去，输出难讲出来，脾气毛病因我改拢改袂了，啊，真是安尼。哎、欸，你安怎解吼？安怎去啊控制？弄一个限度啦，人家已经走出来啊。安尼边讲，脾气毛病永远都改不完，改不了啊。唯有你把什么？唯有你把珍珠人吹掉，难免内在那方面的本性变个吹出来了，代志拢解决了。所以这件代志上困难是如何透过修行，去找出咱内在的真实性，就是咱的佛性本体啊。你的本体吹出来了，咱的脾气毛病就会好，安尼才有法度改，对根源改起啊，吼、哦，啊，若袂要改，要改到是民国几年，对无？咱脾气毛病占这么多，叮叮塔塔改袂完啦，改不完的脾气，去不完的毛病，一犯再犯，一定一犯再犯，所以这根源能够一直根源不收敛啊，掉下是根源不灵。正如我来讲，掠会到紧的做不做，对吧？掠无到紧的写书信呢，哦，咱上次讲的啊，所以根源，哦，所以咱禅宗是啊，禅宗啊，佛教的禅宗是开门见山，直指人心。